来，我们来看龙龙自己喂自己吃意大利面。哇，宝宝好棒哦，自己吃意大利面，拍拍手。来，勺子给妈妈，妈妈再给你另外一个。来，我再帮你省一口，我再帮你省一口。他要爸爸的苹果，可是你有你的意大利面呢，意大利面好好吃哦啊，意大利面里面有鸡肉，有胡萝卜，还有香菇，好吃吗？然后再给你一勺汤匙给妈妈。阿婆、哦，对，爸爸吃阿婆。看这里有什么？哇，有鸡肉，有胡萝卜。龙龙自己吃。胡萝卜，胡萝卜啊！掉了！哦，掉了！你要把胡萝卜卡出来，就通通都掉了。掉了在哪里？掉了在这里，好险没有掉到衣服上。